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先生会。你就跟大家打个招呼，以后咱们就不是。你跟大家打招呼的方式是跟大家说句话，好吗？大家好，你怎么不按压呀？哎呀，这昨天晚上睡觉之前啊，临睡着之前，尚大哥跟我说了一事儿。我跟他就聊，因为我看了一个视频啊，我简单看了一下，我觉得这个他这个选题挺好的，就说这个就是吉普赛人为什么在这个全世界啊都是一个相对来说口碑不是特别好的一个群体吧。然后讲了一下他的历史哈，讲了一下他的现状，什么的，讲这样。所以我就问这个谢老师，这个怎么看待吉普赛人？其实你昨天晚上真的问题是，如果我做这期节目，我应该怎么做？对吧？对对对，引申到这儿了，是这个。其实后来引申到这儿。其实我的观点呢，当我听到你的这个说法的时候，我还得给自己自辩一下，我是一个理科生。我本质上是学理学了这么多年，但是后来弃理从文了啊，这个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我本质上在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我感觉这个问题问的本身是有问题的，就是为你刚才看刚才上大哥问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就是吉普赛人会成为世界上，一个就比较招人嫌、口碑比较差的一个民族，对吧？你的前提假设是他已经是一个遭人嫌。这个口碑比较差的民族了，你就是说我已经给定义了，已经定义了 okay, 对吧，你已经定义了，然后我需要在你的定义之下去回答这个问题。所以首先我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当然这个短视频昨天那视频我并没有看啊，这个出于我个人来说呢，在来到西班牙之前，我也听说了很多在这边的吉普赛人的一些这个趣事和丑事，对吧？比如说大家公知的啊，这个谁也别说我是公知啊，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一个这个情况，就是西班牙有一个所谓战房法案，就是我一套空置房屋啊，这个你只要住满48小时就归你了。我确实有一些手段可以把房子拿回来，但是所耗的时间之长，这个花费之多，精力之大，是你本身你战房者得便宜，就对他不是赚大了，就是他的了，而就是他就你就不能把他轰走了啊？对，你不能把他轰走了，不能把他轰走了。然后在来之前呢，在来西班牙之前，就是很多人跟我说，这个西班牙很多吉普赛人战房，但是就咱俩而言啊，你听说过的、切实发生在身边的西班牙的战房，就是你能说出门牌号来的，在哪个区的西班牙的战房事件，咱俩，是一个中国人占了一个中国人的房子，对吧？其他的都是听说，哎，我听说好像在前面里有一地儿，哎，我听说那儿哪儿有一个谁谁谁战身房的。你真正知道能叫得出名来的那谁谁谁的怎么着怎么着的，你确实就是，比如说这个案子是咱们这个代理人给办的嘛，相当于是，对吧？这个前因后果啊什么的，这个过程都很了解的。其实就这一个中国人占中国人的房子。对，那实际上在这边这个吉普赛人的口碑，我没有接触过吉普赛人。你接触过吗？我没接触过，对吧？我也没接触过，你也没接触过。我是在小红书上有时候看，就这个说这个吉普赛人偷小偷比较多。那咱们车上回是被谁偷的？哥伦比亚人，也不是吉普赛人，所以咱们没有接触过。就是说我亲身经历的确是没有，对吧？对对，当然不能说是你没经历过这事儿就没有，对，是，对吧？我相信这边很多人说吉普赛人有问题，那肯定是有很多吉普赛人在这边犯了很多这个众怒。对吧？他们这个肯定甭管历史上什么多多灾多难啊，什么这我接触吉普赛人就两个啊。小时候学什么琴，有一首乐曲叫《吉普赛之歌》。吉普赛之歌啊，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功夫》啊，《功夫》里头这一段包租婆追周星驰跑这一段的配乐就是《吉普赛之歌》啊，很著名啊，非常著名，您一听就知道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我想了一下，是流行文化里头，当年小罗伯·唐尼啊拍了一个电影叫《大侦探福尔摩斯》啊，第二部里头华生要娶媳妇儿了，啊，他这个呢，就这个就找一个吉普赛的算命的，哎，去给他去算命，说你不适合结婚，啊，想阻挠这段婚姻。你看看这，那跟我差不多，我是看《茜茜公主》啊，《茜茜公主》对吧？哎，对，里边他是这个碰到吉普赛一个吉普赛女人，然后给他算看手相，对吧？哎，对吧？所以你看，其实，在传统就是咱们所接触的，因为咱们生活中没有接触过嘛，咱们对吉普赛人印象，一是新闻报道。咱们刚才说的这些有关西班牙的一些新闻报道，偷东西啊、占房的呀什么的。第二就是这种流行文化，
甭管是我看的这个大侦探福尔摩斯，还是你看的西西公主，西西公主我相信全世界至少应该没人，应该绝大部分人听过这个名字，对吧？这么一个电影比较算家喻户晓了吧，太有名了，对吧？这个里面对于吉普赛人的一个描写，除了能歌善舞载歌载舞到处流浪之外，比较豪放啊，算命，然后算命，对对对，算命，占卜，占卜，你看看干的这些事儿呢，都好像是不太，就是按咱中国人讲的游牧民族那种，不是，就有点不太入流啊，对对对，就这种事儿。对，所以咱们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主观的意见，就是对这吉普赛人，嗯嗯，而且又赶上什么呢？赶上这个最近啊，这个西方也不是说最近了啊，这个真是近相当长一段时间，近将近十年。我的感觉啊，我的直观感受，具体没差，差不多应该近将近十年，西方社会流行了一个这个所谓政治正确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一个政治正确的一个问题啊！我的白雪公主，我的罗密欧，朱丽叶，小美人鱼。全毁了啊，对吧？你这个谁受得了啊？这个不是，当然我这期节目本来录之前，我觉得就已经是一期很不政治正确的一个节目了，嗯，对吧？咱们说完这些观点之后呢，这个我相信，当然这个中文频道我觉得得挨骂，还无所谓，挨骂是好事儿，对吧？挨骂说不定有人看你，对吧？起码还有人看你。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欧洲啊，包括美国呀、啊，这个欧美国家就流行了一段这个叫政治正确，嗯。而且呢，他们有一个这个政治正确中有一个关于所谓难民的这么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包容性比较强的政策，我觉得涉及挺多的。你看，不从这个难民的问题、嗯，然后这个移民，你看最近困扰这个加拿大人民的这个、啊、对吧？哎，然后包括男女这个性别问题啊什么的，咱、嗯、有一个听众在留言里头还说了嘛，还说这个，嗯、还说这关于这个。跨性别的问题呢，嗯，对不对？其实跨性别这个事儿，咱们在西班牙也能遇到，嗯，就是英语国家、啊，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就是我确确实感受到有跨性别的这个概念，就是你在注册网站或者是 APP 的时候，哎、啊，它会让你选男人、女人还是这个其他对对对啊，或者说你认为，对吧？是这么一个、嗯，是这么一个情况，对吧？就是说。这个反正我还是这个刚才顺着我这思路说啊，就是首先这个政治正确所导致出来的一系列的给欧洲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像刚才你说的这个吉普赛问题，这个男女问题咱们最后咱们做重点然后咱们再说，嗯，这个像是这个吉普赛人这个所代表的一些难民问题，嗯，对吧？这两年法国、德国、英国包括西班牙，对，也都有一些这个欧洲国家其实可能都是对，但是你说这些难民有一些，你像是这个什么吉普赛人，嗯，对吧？还有一些是这个穆斯林、嗯、啊，对，甚至有一些是比较极端的这种穆斯林。我曾经跟阿 Kim 说过这么一句话，嗯，就是咱们没有真正的意义上，虽然你生活在牛街，但是中国的穆斯林回教啊，那他妈不是穆斯林。各位啊，可以上百度百科。一定上百度百科啊，别上 Google， 上百度百科上去搜一下啊。阿訇就是穆斯林一个清真寺里头最高的这个领导人，我是这么理解的哈，精神领袖啊，对，就是一个清真寺的这个精神领袖，这东西人叫阿訇。您去一定百度百科一下这阿訇，往下拉看他最后这个阿訇他的这个要求，选阿訇的要求，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说中国是没有穆斯林的了，对吧？这个咱们的今天这节目在里头，在这儿我不能展开了，跟您细讲了，您自己一百多百科一看回来给我评论，您就知道为什么了，对吧？所以中国没有穆斯林，咱们其实接触的穆斯林相对来说比较少。你在回民中学上学，对，你已经比我多了，但是你没接触过什么那种老的那种真的这种大的回民，还真是吧？嗯，你像我有一个朋友，我曾经说过，他牛到什么程度？去阿布扎比。他在阿布扎比能跟当地的清真寺的这个看门人对话，然后进只有穆斯林能进的清真寺，嗯，就到这份儿上、嗯，这大哥一辈子没看过古兰经，你这怎么弄，对吧？你就算看过古兰经，看了中文版的吧，啊，阿拉伯不是你们这个回民中学，我听说小学的时候是有阿语课，有阿语课，对，对吧？有阿拉伯语课的，但你真正会的，你能用的，然后后来看阿拉伯语的，后来看古兰经的，那能有几个？啊，我相信老一伐的可能还有。新的那估计得经学院了，就是那大里边，嗯，对吧？那就得是专门的干这事儿了。对对对，所以咱们没有真正意义上去接触过正经的
穆斯林、嗯、没有在正经的穆斯林的圈里头生活过、嗯、你看阿 Kim 也不是穆斯林，上回他那猪蹄子吃多他妈香是不是，我特意告诉他那是猪蹄子，好，该听着咔嚓着吃，他也不是，反正他也，我还特害怕，我还特意 他没有宗教信仰，他我第一次见他不就说这事儿吗？ 你第一次见面不就说这事儿吗？上回我们俩录节目不还说到这事儿吗？我第一次就问他吧，你是不是穆斯林？他说不是，我说我还很诧异，你叫阿 Kim， 但是你不是穆斯林。You are Muslim. No, but you are Kim. Yes， 就是我们发生一段很有趣的一个对话嘛。对吧，反正就是咱们没有真正意义上接触过，所以你实际上咱们对于穆斯林的一些认知也来源于我，更多是来源于像寻迹啊，对吧，包括像一些最近的一些我的朋友圈的，我的这个社交圈子里面给我带来的一些这种印象，嗯，而并非是可能人家真正的样子。所以我实际上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对穆斯林来说是含有一些小小，可能是小小偏见的啊，可能是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像这种欧洲的这种政治正确，穆斯林这种尤其是那种比较可怕的极端的穆斯林的引入，可能对他们的冲击是更大的。就像昨天晚上我给你举这例子，吉普赛人偷你东西好比打了你一拳，而这些极端穆斯林他是要给你洗脑，那我宁可先挨一拳，因为我相信一定不管你是哪个国家，就算你的行政效率像欧美国家像西班牙这么慢啊，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你也是一定能通过制定一些法律，虽然这些法律在制定过程中提交提案然后审理驳回再改然后再去提，可能需要很长十年二十年的时间，但是它在一段时间之内是有成效的，一定是会有所成效的。你看咱们这个，我跟你昨天晚上咱们不还赌了一把吗？你看这个加拿大现在对于这个所谓这个哪儿印度移民，对吧，不是已经成问题了，你看着十年之内他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对吧？美国印度移民也多呀，啊，你听说过有在曼哈顿这个国家公园里头这个拉屎的印度移民吗？对吧，如果说印度人都是这样的话啊，所以咱们首先在这个问题上，我第一个观点就是包括像你刚才最早问我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的口碑不好，你已经默认了他的口碑不好，所以你才会问为什么啊，这个是我想表达的第一层意思啊，这个第一个观点。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摄像大哥说到的这个，包括也是网上有一个网友也问到我，川普上台啊，这个、我也知道最近川普上台这事儿很火。这个川普 啊，我觉得有一点我是支持他的，就是关于这个严格这个移民政策啊，就尤其是提高门槛，所谓哎，对，就是清理一些。非法移民啊，非法移民，这个，反正我是赞同的，因为说实话，我喜欢有规矩的这个世界，我喜欢这个在规则里生活。你有规则，其实我有安全感，一是有安全感，第二是有规则，咱们知道怎么玩啊。嗯，就是我真的很喜欢这种很有规则的世界。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政治正确过分的正确，反而就是扰乱了这个世界的一些规则，这个对这个世界的秩序被打乱了，所以才这样，所以我还是比较支持他这点的。其实我最欣赏川普的这个一点啊，这个因为还是因为我在这个大选中跟大选后一直没有做过一期关于川普的节目，今天我在这儿这个咱们马后炮一下啊，也比较了解我的朋友应该是知道的，我是支持川普的。就相对于这个拜登啊哈里斯来说啊，我是支持川普的啊。这个像国会散人说的那句话，如果你非得让我在奶坨屎里头选一个稍微香一点的这个的话，那我选择川普这一坨，对吧？这是我的态度啊，这是我的态度。我其中最支持他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我认为他是可以矫枉他是可以矫枉的，咱不一定他能矫枉过正啊，他是能够矫枉的。你像美国最近出现的这些所谓跨性别，对吧，所谓的这个就其实这是最大的一个因素嘛，那叫什么 LDSP 吧，还是那么一名吧，还是叫什么我忘了啊，这真不知道，他们这名词太多，这群体可大了 啊这个反正就是这么一个，他找我来，战斗力可强了，拍门找我来没关系啊，我这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拍门找我来。然后呢这个叫什么，反正就是这个群体吧，对吧？我你说咱们，我还是那句话，我是个理科生，直男，我是这挺很直。这个咱得跟你矫情一句啊，性别这个东西它什么是生物学概念，男女这个东西叫社会学概念，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啊，人类的性别啊，往少说是两种，往多说是四种 XXXY， 这是最常见的男女嘛，就是咱们说社会学上对应的，嗯，就是男女，嗯，绝大部分对，其中还有两种，大概都是千分之一以下的，叫 XXX 和 XYY，嗯，一个叫超女，一个叫超男，嗯啊，不是李宇春那超女啊，反正一个叫超女，一个叫超男，这个占比比较低，大概都是一千分之，就是千分之几，就是千分之一以下的占比，嗯，所以它就往往被人忽略了。所以你如果严格说，那人类目前已知有四种性别，那比较常见的是两种，衍射出来的哎是男和女。那除了人类之外，其他的生物有很多生物性别是不止两种的，对吧？或者是无性别的，是吧？你无性繁殖生物很少，因为性别这事儿是这样，我给你稍微科普一下。世界上最早的生物，像那些最早在寒武纪生物大爆发之前的那些无氧的那些菌啊什么的，那些单细胞生物，绝大部分都是叫无性繁殖，就是自己有丝分裂。嗯哼，就按咱们说印度人的话，对吧？一个人变俩，俩变四个。后来呢？但是这有一个问题。就这种方式，它在对抗这个环境突变的时候，它的对抗力不强。嗯，就是因为我的父母跟下一代的几乎是一样的。嗯，啊，只有一些个别的一些基因点上发生一些基因突变，这概率又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啊，所以我永远是这个样子，我永远是这个样子，那我就可能永远怕某一样东西，比如说我永远怕氧气，嗯，我永远怕火。举个例子啊，嗯，举个例子。那突然有一天这个变成从无氧变成有氧了，就是氧气多了，那你这些不就全死了吗？相当于那怎么办呢？筛选出来之后就是两两结合，你给一部分我给一部分，嗯啊，我们去结合，这在结合的过程当中，这个它产生的突变啊，产生的变异就会多，它抗这个所谓的叫这个自然环境突变的能力就提高了，然后这种东西就普遍的留下来了。嗯啊，这个不叫物竞天择，这个叫一个筛选的过程，它不是进化，它是一个演化的一个过程。我还是要反复说这句话，它是一个演化的过程，啊，然后在这个结合的过程当中就产生了性别。嗯，谁提供什么，你是什么性别；谁提供什么，你是什么性别。嗯，所以有一些真菌，有些粘菌，上千种，已知最多的，我刚才 ChatGPT 查了一下，就是上万种性别。对吧？你那这上万种性别，你都能用男女来解释吗？你肯定不能。嗯，男女是社会学概念。嗯，我们通过这个社会分工，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的转化，通过社会分工定义出来了 ，XX 是女 ，XY 是男。如果你非要让我说，我就他妈相信这个，在我没有任何在科学主流科学界，主流科学学界。没有新的结论之前，我只认可世界上最多有四种性别，男女超就是所谓 XXXY,XXXX 跟 XXXYY， 我只认可有这四种。你除非有新的这个更多的科学突破，更多的例子啊，得到了科学共同体的认同，我就认同。你在有这个例子之前，我只认可性别是这么几种，啊，这个是我要说的必须要阐述的生物学的概念。所以我现在很反感很多人一上来就把这个生物学的概念抛出来，性别我们要跨性别，你他妈那就叫跨男女，你那不叫跨性别，你是基因改造了，你是什么呀，你是转基因了，对吧？你能跨性别，你怎么那么牛逼呀，你啊，你比达尔文还厉害呀，你是不是？你这实验室里头花多少钱你都做不出来的一个东西，你一句话成了，我操，那你太厉害了，对吧？所以您那就叫跨男女，这是社会学的概念，对吧？那跨男女既然是社会学的概念，那咱们就可以讨论了。这个我一直对于这个跨性别也好啊，同性恋呀什么等等啊，嗯，这个就是除了这个传统认知的男女以外的其他的认知，这种性别认知啊什么的，其实我是一直处于这个就是尊重，嗯，尊重就是。就好就好，嗯，真的就好，因为你有这个自由，有这个权利去，这个我是同意的，嗯，选择这个。我第一次看到是在迪士尼，嗯，在美国的迪士尼里面有两个特别好看的男生，然后他们俩手拉着手走的，嗯，哎呀我说好可惜呀，啊，这个这是同性恋的问题，这跟咱们刚才说这所谓跨
不，这是一方面，我就只是一方面、啊。就是咱们跟所谓这个跨男女，我以后再也不用这个词了啊，就是跨男女这个事儿。我特别不喜欢，就是今年这个奥运会这个，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个，我真的，我觉得这纯粹就是钻空子，就是钻政治正确的空子。一是钻空子，第二今年确实你要往根儿上说，那确实也是这么一个事儿。对吧？奥运会今天定的规则就是按你的睾酮比例嘛。对呀、啊，我觉得这就是钻这个空子来嘛，对不对、嗯？对，所以这东西，嗨，所以它一定会给这个社会带来很多的，就是负面问题，对，一定会。所以我相信，这个特朗普上台之后，啊，这些问题会得到一些缓解，一定会得到一些缓解。你就像他上台之后，我看了他的第一次演讲，嗯，我明年就职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签署一项法律。啊，这个在这法律中规定，人类只有男和女两种性别，底下一堆人跟着哇欢呼，对吧？当然，咱不说他这个言论究竟怎么样，他这个签署法案，他妈会不会签，至少他表达的这个态度，哎，这个是我对于一个理科生来说，我是比较认可的，嗯，对吧？明白，我是比较认可的。我跟邵阳大哥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我尊重你的选择，对，但是您的选择不能妨碍我的。选择，对，我问谢老师，我说这个关于如果要是有一个女人，但是她认为自己是男人，然后她去男卫生间的话，我说谢老师说我不接受，我不能接受，我是真不能接受，对吧？咱不差这点占人便宜的机会，对不对？这个是吧？反正我是不能接受啊，这个你谁爱接受谁他妈去接受，反正我是坚决不能接受，嗯，对吧？但是我不会说是像有一些极端的人捍卫自己的领土，这厕所就是我们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还给我滚出去，那我也做不出来，知道吧？这是公共的，这是公共的，对吧？包括你说咱们现在在这个西班牙，这个问题都特别明显。西班牙这个词你现在也学了一些了，对吧？它分阴阳，对，就我爱说分公阴性阳性，对吧？分阴阳性，对吧？比如说普遍 A 结尾就是阴性。啊 ，O 结尾就是阳性，普遍啊，当然有一些例外的情况啊。然后呢，这个原来啊，这西班牙人在，比如说在提到孩子们，嗯啊，这孩子也分男女啊，妮妮有妮妮啊，嗯，对吧？我真不爱啊，一吼一哈、嗯，对吧？那之前呢，就都是 los hijos， 嗯，因为他配不同的阴阳性前都配的定冠词是不一样的，嗯，对吧 ？los 跟 las，、嗯、对吧？los hijos 就指的是男，就是所有的孩子们。啊，有男孩有女孩，现在你去看西班牙的官媒，啊，看西班牙的官媒，当他在提到这个事儿的时候，他会这么说 ：los hijos y las hijas， 男孩们和女孩们，原来是 los profesores， 就是老师们、嗯，现在是los profesores y las profesoras。男老师们和女老师们，他已经打破了人们几百年来产生的一个语言习惯了，对吧？你知道这个实际上这个就是所谓这个政治正确啊，这些东西啊，在这个欧洲啊，在美国的一些不能叫反噬吧，一些现状啊，一些现状。我作为我来说，我是很支持特朗普啊，不管他叫特朗普叫川普吧。啊，这个他如果是非要按这个西班牙去念的话，他真的叫特鲁姆普啊。这个前两天我看了一个人说，这个他发音无论如何不会是特鲁姆普。我说一看就没学过西班牙语。他如果是按西班牙语念的话，就是Drumbo， 嗯，啊，特鲁姆普这么一个名字，对吧？你行了，你别乐我谈不了舌，对吧？然后呢，这。我是很支持川普，嗯，川普上来之后，他在这个方面的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革，我很期待，嗯，啊，也只有像这么一个愣逼，啊，才能干出这事儿来，是吧？才能干出这事儿来。这个呢，也是我对跨性别啊，还是那句话，我不认可有跨性别，我认为有跨男女，啊，在人类这个社会中，啊，有跨男女，啊，性别是。科学概念是生物学概念啊，男女是社会学概念。您说那么多，说过大天去，你们都在社会学概念中去讨论啊，在生物学上你没什么可跟我讨论的。你要讨论，去跟那些科学共同体去讨论去，两句话给你家撅回去，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是我这个看到网友这个评论之后，我的一些想说的，嗯啊，包括也回答邵阳大哥的一些问题，您看如何？嗯，
不错啊，行，别抢行，今天节目就这样啊，各位再见，拜拜拜拜。